很多来香港的观众有时候会觉得说吃不惯，是不是？其实我特别推荐大家，特别推荐大家吃这个三哥米线。觉得茶餐厅或者说在香港吃不饱、吃不惯的话来玩，那你可以推荐你们来谭仔三哥。谭仔三哥其实全香港哪儿都有，然后分量特别足，我觉得口味也比较偏酸辣吧。几乎每一个同事都跟我吃过 N 顿这个，就反正他们只要跟我吃饭说中午吃啥，那肯定就是谭仔三哥了。对，这段时间没怎么拍节目，所以那个说送球鞋收纳盒的那个 Sub Bro 的那个鞋盒呢就晚几天了。那恭喜屏幕上这八个观众啊，你们八个观众将会获得Sub Bro 官方寄出的八套球鞋收纳盒，然后麻烦你们 B 站私讯我，一周之内 B 站私讯我，给我你的收货地址还有电话还有姓名。OK， 还是有很多的观众不停的在问说来香港买鞋到底去哪儿买呢，然后我都会统一说去花园街，然后还是会有观众会问花园街去哪里呢。其实花园街就在我身后，这条街从这里到前边前后只有50米啊，不，50米有点夸张，100米吧，好吧，啊，100米，那这100米的距离全部都是鞋店，没别的，所以你如果来了的话不重要哪一间，每一间都逛一下。然后花园街这边这条主干道啊，这条主干道全部都是一些普货，就是一些什么最新的球鞋，或者是有一些减价的球鞋，但是你如果说什么椰子啊，或者是那种超限量球鞋不是那么容易见到，其实也好理解，是不是？这要是这儿都能随便买，那成啥了，那早被贩子扫完了。我面前的身后这边转一圈，我身后全部都是吃的啊，什么你听过的没听过的一些网红小吃啊，小吃啊，不是米其林餐厅，是拿着端在手上吃的那种，都在这条街往前走20米左右也全部都是吃的。所以呢花园街前后200米前边都是鞋店，后边都是吃的。如果想找限量鞋在哪儿找呢？留意这些上面的头顶啊，抬头看头顶的广告牌，限量的球鞋一般它不会放在地面，因为地面租金太贵了，都在上面。然后就一家一家找吧，因为很多人其实买鞋也不是就是一定要买嘛，大家就是逛嘛，是吧？就逛过个眼瘾，然后过个眼瘾就好了，然后买一两双回去，买多了你也带不回去，海关会抓你的。对，所以的话最后一次回答这个问题啊，来香港买鞋去哪儿？最节省时间的办法，旺角一定要走一下，因为旺角你看多有香港的这种什么老香港的这种感觉啊，反正我是挺喜欢的，人情味很重啊。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双球鞋呢，是科比的一双签名球鞋。那科比离开赛场应该有2-3年了吧？啊，很多人呢对科比的很多签名球鞋，比如说 ZK7、8、9、10、11，还有科比 AD 的鞋款都非常的耳熟能详，但是对于科比一些早期的鞋款呢，其实很多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其实呢，科比第一双他的签名球鞋诞生的比较有波折，所以很难定义说到底哪双鞋才是科比的一代。就比较早的应该知道，科比早年是签阿迪达斯的，后来他转投了耐克，所以这块其实我也特别想说，就是阿迪达斯在错过了当年错过了乔丹之后呢，再一次错过了科比，所以我觉得阿迪达斯在这一点上玩的挺杂的。科比1996年进入联盟的时候，他首先签的是阿迪达斯，然后当时阿迪达斯开出了6年4800万美元的合同。但是呢，阿迪达斯在2003年的时候跟科比闹的关系比较僵，当时也跟科比的一些负面的性侵的丑闻有关系。但是呢，阿迪达斯居然选择了跟科比解约，然后呢，之后科比就进入了耐克，然后有了自己的剑鞘 logo， 然后有了自己之后的到目前为止应该12双还是13双的签名鞋款。而且当年2003年阿迪达斯跟科比解约的时候呢，还有一个他们的合同条款里还有一个非常龟毛的一条，是规定说科比解约后的一年内不可以跟任何一家体育公司签约，并且呢每场球赛必须都穿不同公司的球鞋。所以呢很多人如果2003年、2004年赛季看过 NBA 的话，会看到科比那一年穿过很多各种各样的牌子的锐步啊、匡威啊、AJ 各种各样的球鞋。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科比很早时期在阿迪达斯旗下的一双球鞋，这双球鞋对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当年是想买买不起系列之一啊。然后这双球鞋当天买到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了，就是这双阿迪达斯的 Crazy One。这双鞋的造型在
他当年首次发行的时候就特别的吸引我，言语间暴露自己的年龄有没有？对，然后这双鞋当时特别吸引我，然后尤其是它的外观，当时我买鞋，小时候买鞋根本不考虑说啊实战效果怎么样，就是好看不好看，对不对？长得好看了穿双假鞋照样打。这双球鞋的灵感来源呢是1999年奥迪的 TT 汽车的一个汽车原型，然后呢整个鞋子的鞋面呢它像做成跑车一样的样子，然后鞋面比较特别的是它用了一个铸模的工艺啊，整个造型呢其实比较有科技感和未来感的感觉。但是呢用铸模打造的这个鞋面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比一般的鞋面要硬，而且呢容易给双脚带来非常大的不适，再加上它这个鞋子的内靴呢有设计很多这样的隔棉物料，所以这双鞋子的透气性真的是市面上啊可以说透气性最差的球鞋的，几乎不透气的啊。这双鞋子的泡棉材料运用会让你穿上10分钟之后你的脚就有一点点受不了了，然后码数的话如果你还想买一定要买大一点，不然的话你的脚会捂得很难受。然后这双鞋子的脚踝跟鞋后跟呢有特意设计出这样一个 V 字形的一个后跟， V 字形的设计位就是为了增加整个脚腕的灵活度。这个中底呢就是采用了一个高密度的 EVA 中底，就还好，没有太多的减震可言，至少跟阿迪今天大红大紫的 Boost 科技比起来，这个中底放在今天来说它更多的是一个纪念意义。如果你看球比较久，或者如果你喜欢科比的话，这双鞋子一定会给你留下过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这双鞋子应该是2014年还是什么时候复刻吧，是复刻不是元年的版本。对，我买它当时看到它也没想过说要穿它去打球，或者是穿搭还是怎么搭配，看到它就想买，因为情怀在这里。 OK， 那这个鞋子介绍就这样，最后再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墨镜的事。就是我发现很多 B 站弹幕现在大家不看节目直接先留言说没戴墨镜，为什么？因为之前有跟大家讲过一个游戏规则啊，我就不再重复了。然后呢我后来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索尼相机和佳能相机在拍摄的时候它人脸识别是基于你的眼睛的，所以的话你如果戴了墨镜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对焦对不到你，所以的话可能在日后的节目里还是恢复正常吧，就是还是正常戴眼镜，然后也什么戴眼镜的送鞋这个活动在这一集就告一段落了，还是恢复正常，然后游戏的话也从这一集结束。当然了这一集的话还作数，所以的话我戴上眼镜这一刻起第一个留言说我没戴墨镜的，这双本集节目给大家介绍的科比 Crazy One 这双鞋子就送给第一个留言的观众，以后赚到钱或者工作业绩比较好的时候依然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福利。那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并且继续支持和喜欢我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拜拜。